嗨，各位彦祖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呢，这个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总觉得这个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啊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啊，还是再跟大家提一句啊，咱们上路骑行一定要以安全为主，要遵纪守法。还有就是，最近我看到很多摩友啊，因为夏天热了，不愿意带护具，在这里教主还是温馨提示大家啊，就不管你骑什么车，不管你骑多快啊，这个不管你觉得自己是否技术高超，一定要护具齐全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啊，各位彦祖，今天呢，咱们还是老活，看爽的给个三连，没看爽的点个举报，干就完事儿了。